宝宝，多谢你陪我做伙来殡仪看文文。加在伊即马已经无性命危险，我相信应该真紧就会当好起来啊。啊，不过一连刷到即马有性命的危险，真正让人足烦恼的。即马网络顶面有人在发动万人体 Miss S 机器，早都已经突破万人啊，还佫有人在连署，爱方外被赶紧去用判死刑。 啊，不过这对子林来讲，敢那是无啥物帮助。嗯，真正足希望万人集气的正面能量，会当赶紧让子林好起来。其实，除了子林甲文文，包括韩若婷啊一个人，就是因是，伊看到家己的妈妈被警方查走，被大家配贪配乱，伊的心内。 一定足艰苦的，甚至嘛受到牵连，遭受民众不理性的攻击。因为子玲是受害者，所以大家拢会同情伊、支持。啊，不过应信伊妈妈就是方案碑，所以无人会徛伫伊边替伊讲话。伊即摆承受这样大的压力，我真正足烦恼，毋知会堪的袂。我知影应信真无辜，毕竟。 伊无法度选择伊家己的妈妈，嘛无法度选择伊家己的家庭。啊，不过方万飞真正歹代志做伤济啊！即马一看到应信，我就会想到方万飞。唉，是嘞，我即马真正无迄个心情关心应信。讲到底，应信家己要去面对，嘛无来当甲伊斗相共啊！ 都是我妈对不起你，我拜托你原谅我，我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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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
子琳，真正足失礼。我的妈妈做遐尼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甚至把你害到遐尼凄惨，我嘛无命阁活落去啊。假使真正有后世人，我愿意替你做牛做马来弥补这一切。我已经签器官捐赠同意书，嘛另外签指定同意书给病医。假使我脑死，我的戏要捐乎你。啊，阁有，我所有的财产嘛拢无条件要留乎你，希望你会当好好啊活落来。子琳，我一直想要甲你讲，我真欢喜，嘛真珍惜有你这个亲小妹。真可惜，咱阁未富家相处，就要天人永隔啊！希望我的戏会当伫你的身体内底陪你活落去，让你感受到我这个做姐姐对你的感情，甲我的亏欠。祝福你永远健康幸福。
啊，秀清阿姨，请问应先到底？我伫房间咧，交代讲在要食饭的时间才甲叫。啊，歹势啦，秀清阿姨，我即马就想要见应先，我有一种无好的预感。啊，无好啦，你遐坐啦，我来叫小姐。啊，麻烦你。哦。英心，你真心啊！刚才我发现了早，把你的命扣回来啊！病医甲你醒过了，又搁做公代志，有甲你注镇定剂，所以你即马会全身无力。啊，搁有啦，病医有替你安排的心理咨商师，再来，你着好好接受心理治疗，莫搁白想。我无需要任何的心理治疗，我根本就无应该活嘞。不如先上路去当妈妈。我即马只要一出门，就会予人嘀嘀嘟嘟，周围人拢纠缠我，想怎唔甲我妈做伙死死的。所以我想要甲我的习惯予治理。你想怎要救我？应该让我死，让我把习惯给子玲。你俩就安尼做，子玲就会欢喜。还是你当作你做公代志，就当弥补一切，甚至替你妈赎罪。英心，你哪会这么戆啦？就准讲你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救子玲，子玲若是知影，伊一定会怪你唔知爱惜家己，甚至你也无得挽回你妈犯过的事情。你安尼做，一点仔拢无法度解决问题。那安尼，你甲我讲，我应该要安怎做？子玲，我妈还阁遐尼凄惨吗？我妈阁做遐尼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我即马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用死来维持嘞。英心，你是子玲这世间唯一的亲姐姐。已经需要你，你安尼做真正是上戆的。不管别人安尼责备你、摆贴你，迄拢无代表司法正义。你无需要去要紧别人的眼光。你若真正想要救子玲，想要弥补伊，你就紧好起来去照顾伊，甲金家的人做伙面对问题，这才是解决的方法。你免阁苛刻我。我已经放弃家己的性命，来做器官捐赠，这才是唯一会当解决问题的方式。就算你救我，我嘛袂感谢你。英心，我就听咧，我想要休困。